欸，明年这样子啦，明年因为我们已经有做牌子，对不对？柯士海流浪狗中心，对不对？那个牌子可以先砸掉，然后 Robert 可能会拿一个鼓起来，然后往自己头上套下去，嘣！我以为要办，我以为砸那只流浪狗，拿一只流浪狗来砸。可是很牛逼，肯定的啊！这个柯士海的砸。柯士还会反对啦，哦，对，柯士还是对，你别塞，你别塞违背你阿姑诶，而且爱护动物的初衷嘛，对不对？还是不要砸流浪狗，你砸一个流浪狗的模型呐、啊。听说柯士海就好了。听说柯士海搞不好柯士海一回到家也是在那边找狗出气，对吧、啊？打狗啊，怎么抓狗来抓狗来吃这样子？因为引导就只流浪狗、啊。对啊，哎，你们这次出去哈，一下被警察骂，一下被警察打。回去就说弄起力，弄起力，弄起力啦！我站在我要起力家都看，也是搞不好这样。哎、欸，我们找一周刊哈的记者去埋伏一下哈，在柯士海他家附近照一下，照一下。看到柯士海在虐待动物啊！对对，你看，太酷了！台中下议员哈去大陆买村，对不对？然后还否认，就录影带拿出来，就柯士海流浪狗中心。你看这个标题不错，对不对？一周刊的标题。流浪，真是一周刊。流浪狗中心虐待流浪狗，哎、欸，这个标题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、欸，一周刊听下这里哦，注意听一下。哎、欸，歌没了哦、喔，真是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 ，FM 107.7，台北之音失控了。工商服，等他要放一条什么歌名？天机妙算已经没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我们会来透露内幕，到底流浪狗中心如何的虐待流浪狗？刚胸口无极啊，继续回到 FM 107.7 The Voice of 台北 LGK。老婆，你都不帮我绕修罪哦。老虾米醉呀！我已经订了新竹日月光饭店啦。虾米啊，洗洗拜拜，还去住饭店哦？哎，精打细算我最会。现在两人成行，每人只要1750，就可以住22平超大套房，还有水疗、按摩，还可以。哎呦，你知道的嘛？真的哈、哦。订房请上日月光饭店网站，或打03-529-2466。档案一。社会案件真相密件，档案二，演艺圈内幕八卦最密件，档案三，政治人物秘辛一点也不是密件。我是中情局局长陈诚忠。哎呦，拍死了！你们也知道陈诚忠爱说笑嘛。台北之音新闻中情局，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午12:10到1点，最拔辣、最不内幕、最好笑的新闻资讯都在新闻中情局。VOT 台北之音 ，VOT 台北之音，只要抓时间。有一个二哥，有一个二哥，有一个二哥。